各位来宾大家好，那很高兴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又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演出。那我很高兴的邀请到两位来自韩国的音乐家李银花跟 Charlson， 不好意思，我不会念那个名字，就是两位来自韩国的音乐家。然后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是有四首曲子，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乐器，它是韩国的传统乐器加野琴，然后有点像就是古筝。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它的音色跟跟古筝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欢迎来自韩国的音乐家。안녕하세요저희는한국에서온윤은하최상이라고합니다我们是来自韩国的我叫尹英花，她叫崔相姬。谢谢。We come from Korea. My name is 尹花 and her name is 崔相姬。然后我们给大家演四首曲子，这是跟北朝鲜的扬琴长得一样，然后前面那个小扬琴是在韩国演奏雅乐的时候使用的。我们给大家两个曲子是用这个大扬琴，然后两个曲子是用小扬琴给大家演奏，谢谢。We are going to present four pieces. The first two we are going to play with a big dulcimer, and the other two will play with a small dulcimer.
今天所有的表演跟议程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表演。那我们明天提醒你们，明天闭幕音乐会6:30，一楼的中山堂见，晚安。All of today's lecture and performance are ov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articipation, and don't forget the closing concert of 2030 CWA Congress tomorrow. 6:30 at Zhongshan Hall on the first floor. We will see you tomorrow evening. Good night.